Hello，大家安，大家午安。太亮了，谢谢超哥的爆竹。谢谢超哥，Hello，今天终于准时了，平常都迟到5分钟，今天终于准时了。谢谢博维的浪漫玫瑰，谢谢冰彻玄的浪漫玫瑰，Ricky 你好，难得准时，对，今天终于准时了，耶！熟悉的背影没了，对，智龙回家了，智龙不在了，它的主人从家乡回来带它回去，难过，害我们迟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今天有穿智龙 T。谢谢阿华的浪脑心，爱平安。午安，Hello，大家午安。谢谢枯江的幸运四叶草，谢谢洛克的真情告白。大家吃饭了吗？我刚刚吃了早餐，然后现在切换在做午餐，所以我就是等着他做的午餐。因为我不太会煮饭，几乎都是他在做的，就在等他煎鱼。但早餐是我弄的，我今天早餐，因为就是现在住外面嘛，就是外送很贵，然后下雨天又懒得出门，所以昨天我们就去超市买了那个菜，然后。就是看到一袋地瓜才99块，然后大概有6、7根吧，所以我们就买了，想说好像可以早餐吃蒸地瓜，然后刚刚就吃，人生第一次蒸地瓜。可是因为我原本想要连着皮吃，就不是说皮蛮营养的嘛，只要洗干净就可以了。谢谢柯基鱼的香槟粉色特别版，谢谢柯基鱼。谢谢科技鱼的浪漫玫瑰，外送不是有包月吗？可是，就是你买了那个外送平台的月费的那个，但还是得点满200块才不用外送费。但有时候一个人吃，两个人吃根本点不到200块，就觉得好贵哦。然后原本是想要就是地瓜连着皮吃，可是我洗不干净，要怎么把地瓜的皮洗干净啊？就是我有洗一洗，看它没有土的样子，再放进去蒸。可是蒸出来那个碗里面有黑黑的水，就是应该是土吧，就是蒸出咖啡色的水，所以就觉得应该是我皮没有洗得很干净。还是我下次应该要先把皮削掉，然后再进去蒸吗？Hello，谢谢吉米粥的小月刷起来。拜拜柯基鱼，这是我蒸出黑黑的水，我应该要怎么把地瓜的皮洗干净啊？皮削掉不如剥皮吃，而且我就是吃那个，就是有的皮不太好剥嘛，不然吃啊就觉得有点苦苦的，我在怀疑是不是土的味道啊？就是有点土味，但其他干净的地方是蛮好吃的。用刷子刷，我妈是跟我说要用菜刀，哦，真的，因为我就是用手这样轻轻的洗而已，所以原来要用菜刀布刷。还是我，因为我还有剩大概5个吧，我下次是不是应该就是削完皮再继续进去蒸？我妈也是用菜瓜布刷哦，要刷哦，真的、哦。我想说，我蒸起来皮好像看起来没有很干净，
就是我有蒸一半的，吃一半的，就是留给切黄的，因为我已经吃完我的粉了。就是它皮看起来好像没有洗得很干净，就是上面都还是土。然后我刚刚就直接吃啊，我刚刚有剥皮啦，我有把皮剥掉，然后吃里面，但外面看起来还是蛮脏的。对，所以我应该是没有洗干净。其实还好，但很好吃哎，就是很像那种便利商店卖的地瓜的味道，就是一模一样，没有什么差别，只是皮比较不干净而已，皮很脏，没洗干净就吃土。我刚刚就怀疑我吃到土啊，就是有苦苦的味道，然后它蒸起来的那个水也有一种土味。对，地瓜就算有洗，还是会剥皮吃。我因为我以为就是水冲一冲就可以了，便利商店比较小巧，但自己蒸其实蛮方便的，就是可以解决一餐的感觉。而且我觉得很划算呢，可能是那里要发芽。我也习惯剥皮，谢谢博维的比心，谢谢雪耀北的幸运薰叶草。苦苦的是皮吧，土味不会苦，不知道，就是有吃到苦苦的味道，我就把它吐掉。但有一些还是吞下去了，应该不会怎样吧？我不知道我吃到什么，就是微微苦苦的，就把它吃下去。吃土我们比较懂，你还是不要好了。用牙刷或菜刮布在流动的水中刷，原来便宜又有饱足感，真的。谢谢博成的捕梦网，我们最常吃土了。但我想说，就是去便利商店的话，一条也要二三十块吧。但是我在超市买就是生地瓜，一袋六七个，只要99块。是不是蛮划算的、啊、我虽然觉得买菜比较划算、欸、像我昨天看一包青菜也才25-30元，但外面烫青菜那种面店烫青菜一盘小小一撮就要35元了。用刷子刷一下，原则上不会有太多土，有土会沙沙的口感。我吃起来是没有沙沙的啦，只是闻起来有土味。看你要不要做工的时间，就是我觉得如果闲闲的话，好像就可以自己煮菜。但是有工作就当然没办法，但是就是没事做的时候，好像可以煮菜，健康又便宜。谢谢 LWJ 的浪脑心。谢谢阿元的比心。便利商店要加人力成本、器材成本、利润，当然比自己买贵，但方便快速，确实啦，就是比较快。谢谢志宏送的《带你去流浪》粉色版。谢谢宣伟的枫叶，谢谢补档补到吐的情人节会员票。平常现在还会炸厨房吗？我觉得我现在好一点、欸、我觉得我现在好一点。现在可以就是做一些简单的东西了。品涵吃过午饭了吗？还没，但我吃了早餐。希望现在正在煮午餐，等下就会吃到了吧，应该有我的份吧，他应该有煮我的份吧，会不会只有煮他自己的，然后我就期待半天，结果等下没有东西吃。谢谢欢迎的情人节会员票。你甜甜的没有咸咸的，还是外食就好，但外食就是真的方便快速又好吃啦，就是有时候自己的调味可能就没有外面卖的那么好吃，可是感觉外面卖的就是比较咸比较油吧，就是偶尔还是可以自己煮一下。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讲话特别不清楚，
是我太久没有戴着牙套直播了吗？所以我今天讲话好，就是快要打结的感觉，没有很咬字清楚，太久没有戴牙套直播了。谢谢志宏的浪漫玫瑰，听起来还好。外食慢味道要健康，还是要自己经手？还好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。考虑切换食量，说不定看到做到分量也都是他要吃的。Hello， 苏建纯。而且昨天我们就是逛超市逛一逛，然后就想说，早餐到底可以怎么做比较健康或是方便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好像可以买那种法式面包嘛，就是有的牛排店不是会有那种法式面包切一片一片，然后沾橄榄油的话好像也很方便，然后又好吃健康，好像可以啊。就是法棍吗？然后或是自己做一些优格酱沙拉酱，然后配一些番茄啊之类的，感觉就蛮好吃。我觉得法棍沾橄榄油很好，而且橄榄油一瓶买了也可以煮菜啊，做沙拉什么的，就是买那种好一点的橄榄油，感觉就可以吃很久。小餐包吃两个，肉量就很够，因为每天真的很烦恼早餐要吃什么。队长的妹妹在直播，可以淋橄榄油去烤或煎。就很想试试看法国面包法棍沾橄榄油，买一包吐司就解决。就是有时候吃早餐店的东西就觉得好像也不能每天吃那些垃圾食物，就感觉好像需要自己做一下早餐。你那边买到蛋吗？有欸，我们家冰箱还有蛋。最近看新闻不是什么缺蛋潮吗？就是很多人都买不到蛋。每天想要吃什么真的很困扰。早餐店是垃圾食物吗？不是三明治、汉堡那些。但我觉得早餐店汉堡那些也蛮垃圾的吧，就是那个美乃滋、那个番茄酱、那个胡椒盐，感觉也加很多。就比起自己做还是没那么健康吧。这三明治里面那个胡椒盐感觉也加很多。现在是合金蛋，所以我就觉得早餐店的食物好像也蛮垃圾的。还有那个奶茶那个红茶感觉就超级不健康。买吐司蛋火腿早餐自己做也蛮垃圾的，听起来很坏。没有，是好吃是好吃，但是就不能常吃吧。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早餐店的食物，就觉得真的很好吃，然后很方便。我自己也超爱早餐店的，什么萝卜糕啊、铁板面啊、三明治啊、薯饼啊，真的超好吃的。但是感觉好像不能每天吃。你进来了。有母难得天下，菜刚煮好菜了，是我的份吗？好赞哦！你怎么那么会煮？我小看你了哎！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哎，你还要好？哇塞！我哎，哈库，你来啦！你闻到食物就来啦！给大家看哈库，哈库，你小。哈库，你想吃啊？你怎么在发抖？你怕高啊？可以，我抱着哈库，他在发抖哎、欸，他怕高。你看，他已经长那么大只了，你们看，大家吓死人了，他长那么大只。你怎么在发抖啊，哈库？好可爱啊！他在发抖哎、欸，被我抓到了哈。可以在我门口尿尿哦，我已经踩到你的尿三次了哟，知道吗？你那么可爱，不可以乱尿尿。
是不是很大？它在我身上已经这么大了，它才三个月哦。好啦，放你下去。那你要帮它开门，不然它会一直在我们房间里。好，在我房间里打转。那你坐一下。好，我坐一下。哥哥，哥哥。我说我弟弟为什么不能尿？三个月太厉害了吧！他就是真的是长了很大的一只狗。这我觉得这午餐真的太厉害，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真是小看你了耶！我不知道你原来会煮菜，是不是进步了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们看，哇，太厉害了吧！我有吓到哎。怎么样？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！这一盘很厉害吧？而且我们昨天买这边没有很贵，对不对？对啊，400多吗？这边我这边还有，而且我没有全部煮完。而且我们是买了一盒鲑鱼，然后牛肉，对不对？然后两包菜，然后番茄一盒，还有地瓜一袋，然后400多，可以吃大概两天吧。嗯，我觉得很划算哎。那个水波蛋很营养的标配，但我要去拆个牙套。谢谢博维的米卡找亮点，退价嘞，退价了。有人要娶吗？哎，什么意思？我很好奇谁会想要娶你，是谁会想要娶你吧？多的是耶，抱歉，大家排队嘞。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厉害。还对嘞，不只懂吃，还很懂煮。哎，我想说开个窗才不会有食物味啊。等下再开吧，因为有点吵哎。好，你才吵。你在吵啊？那我去拆个牙套。哎，这地瓜是我早上蒸给你的，你都不吃。我要。其实里面很好吃，但我好像没有洗干净。他们说要拿菜瓜布刷哎。啊？就是我只有用清水这样洗，但他们说要拿菜瓜布或牙刷去刷，它才会。干净。好。千鹤不想吃土。他们说，请问要哪里报名？嫁给品涵。不是嫁给品涵，娶品涵。他说是我什么？你干嘛？你们要嫁给我也是可以啦。我看你们的诚意喽。什么意思？大家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先想。大家要看你的诚意吧。好，嫁给品涵也是可以的。我可以嫁给你。今天平安很呛，有吗？我先去拆个牙套。我刚刚其实才刷完牙，你现在又要拆牙套了。我刚刚是拆了牙套，然后又拆了牙套。我好期待哦，感觉超好吃的。比较偏健康，健康很好啊。我今天那个盐巴没有下那么重，因为我觉得这几天吃太咸了。因为我们昨天去了夜市吃，然后就觉得好像不能每天这样外食，然后我们就很假掰的去了超市买了青菜，自以为很健康，但是其实已经去完夜市了。鱼旁边是昨天买的油菜，油菜蒜炒油菜，赞赞。但其实我比较想吃菠菜，昨天是没看到菠菜。昨天好像没看到菠菜，可是我觉得菜一包30元超便宜的。我也觉得。鲑鱼，这有加柠檬吗？没有哎，因为没有柠檬，有味道吗？好吃。对，但我懒得用蒜泥，其实应该用蒜泥。我的蒜头切很随便，上次还被李佳丽骂说很随便。我看，哎呀，这里对对，哎，难为时效。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在吐字啊？哦。感觉是，小时候不太敢吃鱼。因为有刺吗？因为我姐姐被刺梗到过，然后去耳鼻喉科，然后她说
就是医生拿很长一个夹子伸进去喉咙把它夹出来，我就说嗨。所以我妈都跟我说吃鱼不要配白饭，因为很容易嚼不出来。嗯，你这直播间不用讲话是不是？但是鲑鱼的刺算大，就还 OK。鲑鱼跟鳕鱼，嗯，我比较敢吃，但其他鱼我还是没有办法，就是没有办法这样挑刺。这两种鱼好像也是蛮比较健康，比较深海鱼的样子。呀、嗯， yeah, 你看有人说，但君燕说什么？吓死！嗯，去医院看到因为吞那种吃太可怕了。也有大多爱越来越可怕，你看吃货小敏说什么？嗯，我小时候被曼头猪噎过。哎、欸，那我跟你说，我小时候这不是噎系列的，就是我把那个绿油精一直擦在眼睛周围、嗯，因为想要就是凉一点。嗯。就擦太多，然后我眼睛真的张不开、欸。那你去看医生。没有，好像过了半个小时就张开了。会瞎掉吧？应该会瞎掉哎、欸，那好像太凉了，而且我是整罐那种。一直到我都要把它嚼得很碎才敢吞下去。他们说他们笑了耶，现在看得可清楚的都是小时候绿油精的功劳。好吃啊，配一点那个马铃薯吗？嗯。哎、欸，这一题很重要哎、欸。他说什么？必推品涵的班长问。好奇品涵会帮未来的另一半剥虾，还是希望反过来？其实我对剥虾这种事啊，一直觉得自己的自己剥啊。因为你不觉得别人亲手过的虾子有点恶吗？会吗？就是这样子。整只虾子都摸过，然后你要再放到嘴巴里，就觉得感觉还是自己剥比较。但还是会有点憧憬，说别人帮忙剥吧。可是我一直都没有这样子的憧憬，是哦是哦、就是自己剥，或是因为我可以用嘴巴吃虾，所以就觉得你好现实哦。就是我觉得别人剥的虾子，不觉得有点恶吗？真的吗？那以后如果有人帮你剥虾，我负责吃。就是别人帮我剥，我还是会吃，还不是一样，根本就没有那么洁癖，我还是会吃，但就是不会特别憧憬说，一定要别人帮我剥我才要吃这样，就我也可以自己剥。说好的别人帮你剥虾给我吃呢？就剥好了，那也蛮方便的，但就是没有特别憧憬。对，哎、欸，懒熊出没说，我可以做不用剥菜的剥虾的菜，很聪明哎、欸。可是虾很好吃的，他帮你剥好啊，哦、他处理帮你处理好，不敢吃别人剥的虾，做了指甲之后就没有剥。哎、欸，好聪明哦！哎、欸，好聪明哦！我喜欢这答案呢、欸。为了这个，要每个月都做指甲，很花钱呢、欸。为了、欸、不要剥虾子，帮、欸、我剥虾子吗？我喜欢。嗯，我很喜欢蒜头。我也是。怎么吃东西一直没办法讲话？不然你没在说话哎、欸，你是在省电。还是大家就看我吃就好。这是你送我的饮料吗？对啊，你刚公司拿偷回来的？我不是偷，谢谢。有付啊，就拿出来。贩卖机是贩卖机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免费的。哦，是有点像我们之前去 KK Bus 那种机器，然后员工就是可以有。没有没有机器，它就是放冰箱、嗯、冰箱里。那还有什么？今天只有绿茶跟雪碧，还有这个。啊，之前都有什么？啤酒啊。还有什么？啤酒、可乐那些就是基本的红茶、绿茶。那下次要多带几瓶。但今天没有啤酒了，害我没有办法喝。
敢吃蒜头意外。小时候你可能不爱看中文的，蒜头超好吃的、欸，蒜头超好吃的、欸。牛排也要配蒜头，然后香肠也要，然后水饺也会配。蒜头超好吃的，菜好难咬。但我蛮喜欢吃菜。小菜加蒜才对味，葱姜蒜都敢吃吗 ？Yes， 葱姜蒜超好吃。姜我是最近蛮爱的，就是那种有时候吃蛤蜊啊，或者是一些肉比较有腥味的时候，配姜丝就可以去腥味。这是什么菜啊？油菜。油菜，它好大一片、啊。嗯。很难咬哎、欸，但很好吃。你最喜欢什么菜？菠菜。我最喜欢地瓜叶。然后我觉得地瓜叶不好吃，它有土味。你才土味。你最土啊！土人吃土菜。欸、你妈会看直播吗？对不起。你骂到吃地瓜叶的人了、欸妈。对不起。你骂到所有吃地瓜叶的人。没有，我刚才说什么？我没有土人吃土菜，不是，好吃啊，地瓜叶好吃啊。在跟谁讲话？在跟室友。室友，但是菠菜不是吃完会有一个涩涩的感觉，是那是菠菜吗？你才涩，不是那是菠菜吗？你为什么不反驳我？就是菠菜吗？就是口中会有一种涩涩。对对对，是。你才土，你才色，为什么我们要用菜攻击别人？看菠菜，不可以色色。你再说一次。看可不可以色色？不是，你要说菠菜。菠菜不可以色色。我也很喜欢茼蒿。啊，茼蒿好好吃哦。然后青江菜我也蛮爱的，但我意外的好像蛮喜欢深色菜。就反而高丽菜我不喜欢用炒的，我觉得高丽菜要放在火锅里面，因为我觉得高丽菜炒了会有一个味道吗？会吗？还好啊。没有，就是被那种小学营养午餐影响，你懂吗？哦，那种煮的不好吃，那煮太烂了。对对对，小学营养午餐的高丽菜都会配红萝卜一起炒，就有个奇怪的味道。炒头是什么意思？炒头是什么意思？放白酒炒，那是什么意思？炒头是什么啊？草头没吃过、嗯、我也很喜欢韭菜。草头你喜欢韭菜吗？我超喜欢韭菜啊。我很超爱的、哦、是一种蔬菜。苍蝇头吗？是吗？我看看、哦、我好像还好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怎么感觉有点好吃？好像不错啊。它是那种软菜。你才软、哦！你为什么一定要再攻击我？是你先攻击我啊、哦！还有那个空心菜，你喜欢吗？你才空！空心菜我还不蛮喜欢，还不错，但我比较喜欢娃娃菜，更软一点的。嗯，有钱人、欸、我喜欢软的、欸，对。品涵软妹子，有钱人也喜欢韭菜，你知道韭菜是什么意思吗？就在股市里面投资的那个股市。嗯，就是那种比较新手的，有点没有没有熟。你有在听我讲话吗？对，就是那种比较新手，还不太会玩股票的那一种。叫韭菜，叫韭菜。所以有钱人也喜欢韭菜，因为你都会赔给他这样子。但是我是有钱人，我喜欢韭菜。对对对，雅恩菜，喜欢啊。蒜菜，有点炒，他就不用再特别炒了、啊。你不是要蒜炒？他蒜炒会，他蒜炒吗？雅恩菜蒜炒吗？蒜炒。谐音一直玩。很喜欢今天的午餐啊！
我刚刚跟大家说想去买发棍沾橄榄油。哦。我们要常去逛那种，就是百货公司的超市啊，感觉才会卖橄榄油。好啊。一家炒吗？一流菜，算炒吗？不算炒。不算炒。一家菜呢？要把它感性是。一家菜。不算炒。蒜油，蒜油，蒜油 OK 哦。加利菜，加利菜，蒜炒，蒜炒。现在只是把别人灌上菜而已啊。品寒菜呢？超炒，哪有啊？李菜姐，好笑的。谢谢水袋爸的浪漫玫瑰，谢谢吃了小米的一封信。李菜姐要不要来啊？他今天要来吗？我忘记我在上班，今天礼拜三呢。我一直以为你还没找到工作。谁？你啊。我在工作。我刚才都一副没在上班。有。嘉令配饭。嘉令菜很香，谢谢幻影战士的浪漫玫瑰，薪水小偷，他们说你是专业薪水小偷。有小事耶。你是说你的粉丝哦？再说一次。小刺，你的 catchphrase 是什么？我的小刺在哪里？我的小刺在哪里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的小刺在哪里？为什么我那么容易被你操控啊？我来吃这个蛋了，但它感觉会散掉哎、欸，蛋黄。哦，对，因为我没有弄太熟。我刚刚是汤匙吃什么？怎么甜甜的？哦，奇异果啦！你有吃奇异果？嗯，你很棒哎、欸！我们怎么假装健康的一天了、啊？哎，那奇异果超好吃的，一颗16块，算便宜吗？是不是算贵啊？我不知道这样算贵吗？但它是 Zespri 的，就是蛮好吃的。一颗奇异果16块算贵吗？其实奇异果有别的牌子吗？我还真的没看过。应该有吧？我吃 Zespri 真的没有。什么纽西兰感觉会有很多、啊？但我们是不是他们说算便宜耶？是哦，算还好，因为我没有特别买过一颗奇异果，所以不太知道价位。他说便宜耶。你刚才什么？你刚才是破音吗？我很常这样啊。哦，因为我就不适合讲话，所以我每次直播都破音。黄肉还是绿肉、啊？是绿肉的。绿肉、哦。为什么要一直攻击我？谢谢吃货小敏的浪漫玫瑰，我要吃这个蛋，它会散掉、哦，我好舍不得。其实我比较喜欢蛋加酱油。那个日本不是有那个加盐派还是加酱油派？你是酱油派？酱油。就是那种面面的粉丝那种煎鱼酱，你直接无视我哎、欸！喜欢那种立体的半熟蛋。现在有蛋的都是富翁哎、欸！真的，他们刚刚就说买不到蛋，对吧？整口是最精华的，品寒越来越 international 了，英文学得不错，谢谢。
半熟蛋看起来也太好吃了。嗯，好吃啊，好吃哦。蛋黄配饭更好吃。刚刚有那个剩饭啊，但我怕你不吃。哦，我是不吃啦。挑。哪有，我也有吃过剩饭。什么时候？过年的时候。那个都是每天都吃高级剩饭吧，就是年菜啊。哈，现在蛋这么贵，你看伯伯说什么？现在跟蛋商叫一篮蛋要840元。840一篮？那还不如买好几颗那个奇异果，然后假装是蛋。秋苗，你现在算840块可以买几颗奇异果？心算啊，对啊，除以16啊，对啊，算不出来哦。等一下嘛，84除以16啊，50颗，哎呀，差不多哎，不错哦，52.5颗，差不多。哎呦，李佳丽的话，可能整个3个小时都在算。可以买几颗蛋，买几颗奇异果。谢谢李真的米卡超亮点。哎，还不错哎，你真的算蛮快的。谢谢周颖的告白气球。奇异果跟蛋饼。你确定李佳丽不用算3小时吗？他可以写算式啦，写算式应该很快啊。但我其实数学也没有很好，就是以前。国中的时候数学超烂。谢谢羊圈里的陆送的小鸡蹦蹦，所以我其实觉得李彩杰很厉害。嗯，然后我觉得可以读到高中的数学都很厉害。真的，他就会用钱解决，他会给你钱说。那我就给你840嘛，你就帮我买回来就对了嘛。好像李佳丽会做的事哦。你家都刷卡不用斤斤计较。大家都很了解。谢谢这样的新春灯笼。谢谢适合的 Minka 找亮点。嗯，所以这个特效的亮点到底是什么？你怎么呛平台？不是，我很好奇它的亮点到底是什么。我看哪一个？哪一个？特效已经过了。哦。这个啊，这个。哪一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看到。Minka找亮点，它的亮点到底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哎，可以再。我是不是这样太那个？可我真的没看到。如果下次有人再送的话，我再看一次。它是每一次都不一样啊。再看一次。哦，哪里、啊、哪里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它是不是背景不一样吗？哎、欸，许阿北送了，快点，有啊，没有一样啊，所以它的亮点到底哪里不一样？5、6、7、8，刚好像8。谢谢博成的非你莫属，谢谢博成，谢谢许阿北的找亮点，它的亮点到底哪里？谢谢博成的小月儿刷起来爆炸，谢谢初风的找亮点，表情吗？我看后面的小熊也小熊的表情吗？熊熊吧，是吗？没有，他每次都一样啊。他的亮点到底是什么？嗨，阿华，你送啊，不用谢谢阿华。哎、欸，熊熊的数量一样吗？身材有不一样。说这个是 A， 这个是 C 这样子。哦，他说身材啊，等下有人感觉讲对了，飞起来的小熊从不同地方，我看一下，起飞，这个刚才这个是从右下角对、啊、起飞，没有啊，都是从右下角啊，3、4、5、6，你为什么要呛大家？都一样的啦哦，现在是一个骗人的，你怎么说平台骗人？有六只熊，对啊。因为我以为它是每一次不一样。是有六只熊吗？我觉得不是。新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亿。
不含大枝的呀。不含大枝七啊。一二三四五六。七啊。六啊。右下角七。右下角六啦。七。没有人要送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不到了啦。六啦。欸，七真的是七。有两只一起的啊。等一下哦，好好，一二嘛，三四五六啊，六，六七啊，你来看我，那里有七？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真的？为什么？看吧，为什么电脑版是七？然后，哎，我看手机版，你看手机版的，我看手机版，你看，我看，哎呦，它那个好大，一二三四五六啊，哎，真的，哎，手机版真的是六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我知道，因为它画面不够大，所以我你看，你再看一次，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真的哎，哈哈哈哈哈，笑死了！还有人手机版只有四只，那这个手机可能比较小一点。我看到第七了，荧幕外。对啊，这完全是一个手机。我们怎么能研究这个特效啊？不是，而且还那个大家一直送啊。谢谢大家。吃个菜，你要押金。嗯，你有调奶油吗？有，我也是看到电脑的旗帜。那我们晚餐要吃什么？已经在想了，是不是现在才1:43了？没有，我今天要练习啊，不要早要出牛肉，要先煮牛肉，炒蒜头吗？炒蒜头，奶油蒜。上次那个室友姐姐。不是你这个，另一个，他做了骰子牛很好吃，哎，你们要试试看，把它剪成一下。可是我觉得那样不够，就是不够有吃肉的感觉。我一直很不喜欢骰子牛，那我觉得很像狗食，哎。因为我有点怕肉味，所以不喜欢太大。那你自己想要，你就自己剪啊。嗯。谢谢子萱的米心。我现在好想吃肉干了。是啊。平安小南门去还愿了吗？什么意思？200块，中奖。要还什么愿？为什么要还愿？什么还愿？听不懂。原来是有姐姐有复数。哪里中哪里还？还没耶，我还没有去理，还没去理。谢谢云汉的比心。嗯，这蒜头是发芽了吗？对，那能吃吗？好像可以耶。真的？可以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哎，不行，有人说不行哎。那我刚刚吃了两个。可以啦，毛巾哥可以啦。可爱到发芽，我就说可以啊，阿华也说可以。吃马铃薯不行，是吗？其实我不知道。你看，鹿说可以啦，博维又说可以啦，马铃薯不行。看大家都说可以。你刚切的马铃薯没发芽？没有，我就直接把那个上面的树剪掉。看，大家都说可以啊。那蒜头太多了，很浪费，没有用完。你不要那么安静，我不敢咬菜。那我吃东西很难讲话。
之前吃过小米的浪漫玫瑰。我很不习惯一边吃东西一边讲话，好难哦，觉得会很胀气耶。虽然我没有很常在直播中吃东西，因为觉得很容易胀。ASMR。那我们就不讲话了。那你要吃大声一点啊，不够大声。但是不是有人会不喜欢这个声音？我记得。不喜欢不要看，怎么很呛？到底在呛什么？凶？他怎么反而喜欢派啊？蒜呛哦，吃蒜蒜呛哦，呛不呛？呛。刚才蒜有没有有点呛？有。蒜呛哦。找到听拼的 S 了。霸气，我要霸气，不是霸气哦，是霸气。讲不清楚说我要霸气。你要不要摘一点鱼啊？好，好大块，这是昨天买的全部的鱼了吗？嗯嗯。不要再谐音了。谐音很好笑啊，增添生活乐趣。好好，谢谢阿远的闪光星星。嗯，好饱哦。谢谢羊圈里的路送的香槟。昨天这块鱼肉多少钱啊？72块，很便宜耶。我以为鱼很贵，但它蛮大一块的。八折。嗯，我这块有湿湿的吗？衣服？这里是湿湿的。没有啦。没有吗？可是我看起来怎么湿湿的？没有吗？没有啦。有，可是摸起来没湿哎，到底有没有？你知道我那天穿的时候，我也发现这个问题。你想起来是为什么了吗？为什么？啊啊！这可以讲吗？不能讲。是你的糗事。不能讲，不能讲。切放的糗事。不能讲。他讲出来，他就是。不能讲啊！他讲，这是他的糗事。不能讲。好。不讲。流口水，可是这样看起来没有，可是那他以后就会这样了吗？没有，我觉得再洗一次应该就不会了吧。我觉得，我那天有手洗了一下啊，不知道为什么那样。不讲不讲，这是你做这辈子做过最糗的事吗？不算啦，应该有更糗吧？什么走一走跌倒，应该有吧？你没有吗？走一走跌倒啊，有。对啊，那很丢脸、欸。但是。你有过去基隆吗？我有啊，谁没去过？嗯，好像不止基隆，反正就是有一些路的马路中间不是人行道会有那个凸起来的东西吗？你懂吗？人行道凸起来的东西，就是、比如说车子不能开进去，它会建那种，哦，我知道石头的那种，嗯嗯，然后呢，我就有一次走路在基隆庙口吧，然后很小时候，然后走一走，然后。聊天啊，就撞到那个，然后整个人飞起来，很像跳箱，蛮好笑的。而且小时候也在停车场撞过车子的后照镜，那也是蛮丢脸，很痛。谢谢伯承的爱的公式。在公司拿水杯走路撞到帅哥，这也太棒了吧！好棒哦！好棒哦！我们公司没有帅哥，真的，只有一个美女。你撞一撞，撞到碧如姐。
谢谢志宏的爱的公式。欸，如果你撞到壁炉姐，壁炉姐会说什么？你觉得？演一下。我觉得她应该会说对不起吧。先道歉啦。要是我就先骂。哦，但是我觉得她有可能会说，欸，嗨。好可爱哦。是不是蛮像她的？还蛮像她的。欸，嗨。水一定要喷湿对方衬衫，然后带回家洗。哦，学到了，学到了。偶像剧情跟现实人生差很多。撞到紫红老师也太尴尬了吧！尴尬哦。你想一下，你撞到紫红老师。应该说老师好，你要先跟老师道歉吧。老师对不起，说不定是他撞到我啊。他撞到你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平涵，抱歉。”我说：“老师好。”什么意思啊？原不原谅啊？听不懂啦。但老师人很好吧？他之前我长头发不是吗？然后我剪短头发的时候，然后。在公司遇到子宏老师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你剪头发了哦。”就是他居然有发现到这件事情，真的耶。然后就说：“哦，蛮好看的、啊、什么？”就是闲聊一下，就说话老师都有在注，就是观察注意我们。你知道吗？我只要发胖的那一天，老师都会注意到。他说：“你胖了。”他说：“哎，你胖了。”我就觉得他那观察力蛮细微的。嗯，好酷！小字，大字，那是大字。你说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有字，大字。嗯，你要讲啊。大字，为什么逼我？谢谢博云的浪漫玫瑰。为什么你那么曝光啊？因为我很多曝光，哎、欸，很白吧？天生自带光光环啊！不是太曝光了，你要不要拉起来？自带光环啊！你先要不要拉一下？可是刚刚没曝光，现在就曝光了。你看你自己看。你看又没有拉，拉起来一点啦、啊。其实我现在眼睛很刺，你不要看啊，都不要看啊。这样，好，嗯。我最近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那个刺龙很大哎、欸，好可爱、啊。我最近是不是很胖啊？超胖的。我觉得我长大了。是吗？叛逆期吧。谢谢卡妹的带我走。今天杀伤力最强一句，他不要看呢。更年期？你是叛逆期还是更年期？叛逆吧。看才好啊！外面才拍吧。哈库的部分嘛，哈库最近都会冲向我咬我、欸，哎，他欺负弱小，他都不曾咬过你，嗯、但他一直喜欢咬我。对啊。你要帮我吃鱼肉。好。好饱，可是我一直吃空气。那讲话，用哈库比派切换看看，但他认定有威胁，他会怕。我才怕他。品涵是不是食量很少？我觉得没有，就是中等偏少吧。对吧？
我觉得还好诶，意外的，就是你虽然很瘦，但是正常食量。比起其他上来讲偏少。拜托。栗子的二分之一食量，栗子是太多。没有，栗不止二分之一，我觉得栗子应该有吃你的三倍。但栗子是偏多吧？欸，但它很厉害，你不觉得它其实食量比我大吗？嗯。我说真的。真的。但我可能代谢比较慢，就它如果到三十岁还这样吃的话，应该就会变成第二个我了。它真的食量很大。采撷也蛮大的吧？我也觉得。谢谢吃货小米的浪漫玫瑰。栗子是食量最大吗？我们四个里面应该是吧？我觉得 TP 很多食量大，你看是不是有时候、啊、TP 很多人食量都很大。他们说你怎么直接卖掉自己的年龄啊？我没有啊，你有啊？没有啊，我是说到三十岁不代表我现在是三十岁。因为李家伙食太好，自然食量练起来。而且我才没有三十。也不想想他俩出生在什么家庭，食量不大不能活。的确，好像是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。切换好了啦。你都没有吃我做的地瓜。吃啊，我等一下才要吃，我要整个下午慢慢吃。欢迎满九蛋，谢谢吃货小米的浪漫玫瑰。那我嚼一下菜。你今天开到几点？两点半。是不是蛮久的？不会啊，大家觉得很短。你们真的不会觉得我直播无聊吗？你断线嘞！直播真的不无聊吗？我猜，你看九蛋都去打疫苗了，他应该是觉得你的直播很无聊，在那边黑已经去打疫苗的人。之前有问过，不无聊吗？还是你们蛮闲的？乱讲。因为我是个就算我很喜欢一个偶像，也不会看他直播的人，就是很长，不知道看什么。没有，我觉得大家不是太闲的、欸，因为大家其实现在是上班。那大家到底是为什么看？愿意花这个时间来看，有在好看是不是？是没有那么好看啦，但就是可能真的很喜欢吧。嗯。你只是想听到大家觉得有啊？吃货小米说他离职了，很深哦，是哦。那我们推荐他去你公司，你可以拿那个推荐费哦。对对对，哦、我们推荐奖金有10000块，小米你有兴趣吗？我好想拿那10000块，我现在是那个公司的奖金猎人。像是看可爱动物出的动物进食一样疗愈。你看谁说很闲？数学课本就要去开会了。哦、开会加油啊、哦、！Hello， 也太多。就是好看，真的好看哦。那像你，你不是很喜欢 BTS 果果吗？啊、那你会看他的直播这样看2个小时？好像可以耶。但我不会，就算我很喜欢，喜歡对， Twice, 也不会， Twice、也不会看完整个直播，就可能看了个小片段5分钟。可是我觉得你可能就是浅层饭。嗯。大家都很深层啊。是吗？抓滴滴，抓滴滴。
谢谢吃货小米的浪漫玫瑰。所以大家都是一边工作一边看，是不是？还是当做 podcast 在听？蛮好笑的。谢谢博文的告白气球。因为我就觉得我直播好像蛮无聊的，没干嘛。的确。好细的刺哦。他苦不疼你。是会排开尽量跟，能看到你的机会不多。啊，大家怎么那么感人啊，越讲越感人。因为我们活动不多，所以大家只能从这边看。很感人。就像你想一下，如果今天果果都没有电视表演的话，他只有直播，你是不是也会一直上去看？会跟，会跟。你有会跟。嗯，拼图真的太无聊了、啊，因为直播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。因为你比较不是聊天系的。嗯。果果不是 TP 果果，是我喜欢的 BTS 果果。嗯，地瓜很好吃。还是要剥皮。其他，我说除了 TP 的人直播都在干嘛？唱歌吗？直播主，直播主感觉会唱歌啊，然后你随便点进去，他都会很热情哎、欸。嗯，他们在唱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还会有罐头笑声，还有什么鼓掌声、嗯？我上次好像点过。直播是最好线上的活动。罐头笑声先不要。哎，对，人家那个罐头笑声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一直很好奇，他是内建的吗？还是他去下载 app， 还是怎么？他应该有另外一个机器吧？哈，然后他讲话讲到一半，去按那个机器，应该是这样。真的假的啦？嗯。但是他另一个手机装置，然后下载那个 app， 然后按之类的。哎，我来按一下，是这个吗？真的假的？哎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就会有你的直播，我要打。那、啊、这个，这个，嗯。哎，你讲一下笑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讲话，平安好可爱哦！再来再来，我的小子在哪里？怎么好像蛮好笑的、啊？然后呢？你要先放九十公斤。笑得很好笑、啊。嗯，番茄好吃。听久了很烦。哎、欸，这边是雾哎。你讲个笑话，随便，不要，你普通讲一句话。嗨。再一次，不要，你要讲一句话。哈库好可爱。这一种，哎，怎么是广告？等一下、哦，这边的罐头比较有生命一点。但我姐也有在直播，她好像都是唱歌。你觉得大家出来当就是艺人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赚钱吗？你觉得为了什么？你看啊，你再说一次。为了赚钱吗？我们在聊很认真的话题，然后你给我放罐头笑声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聊什么？我忘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觉得大家出来当艺人是为了赚钱吗？我觉得不是哎、欸，梦想比较多是梦想吧，就是很有表演欲的那种人啊，应该也有吧。
但我好像不是一个特别有表演欲的人。我觉得你就是有点像误打误撞、嗯，但是不会不适合。不会不喜欢啦。不会不喜欢啦，也不会不适合。哎、欸，要这样的身材条件或者是长相也不容易。虽然说路上蛮多漂亮的女生，嗯、也很多很帅的人，但就是因缘际会，这个 timing 很重要，我觉得啦。艺人经济不稳，我也觉得。艺人不是他根本赚不到钱吗？的确，的确。说得很好哎、欸，有刺，小刺。我也觉得哎、欸，而且是一个很不错的青春回忆。嗯，他有成功，当然也很不错。我有点嚼不出刺，我要吐掉。大家会吃鱼挑不出刺，然后就吐掉吗？我放的不好吗、啊？我的 timing 放的不好。我妈妈都说挑不出来就吐掉了吧。会耶。不知道如何变化才好玩。真的，确实有人就是追求这个吧。对啊，就是不想要每天做一样的事。因为其实啊，以后会有超几十年时间都在做一样的事。嗯，所以其实也还不错，就是这种变化，然后30岁以前之类的，或40岁，不管，也许有人追求到60岁都还在追求变化。就，嗯，我刚刚说什么忘记了，好像是说什么、啊、我忘记了，好烦啊。嗯，我刚刚要说什么？梦想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他可以在几百人的舞台上被注视，这怎么办到的？就是练习呀。真的耶，其实我觉得你这一点很厉害，明明算内向，但讲话的话还是会有点害怕，可是就是得嘛，所以就是练习啊。但是就是那个压力会蛮大的吧？那个当下，嗯，就不是。很发自内心的享受的话，就会压力蛮大。嗯，一般老公，真的耶，你看，而且我觉得你是承载着大家的梦想。谁？以前我学长就跟我讲过一句话，他就说，就我就觉得他为什么愿意抖内这些偶像之类的、嗯，然后他就说，因为他自己做不到，然后他每天就在做日复一夜，就是日复一日就是在做一样的事情，嗯、公务员什么的。嗯、然后他就觉得。他既然做不到，但他可以赞助这些人去做他想做的事，他觉得还不错，这样，然后又可可爱爱，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想做就有哎、欸，这一点啦，对啊，所以也许大家都追求这个东西，每个人目的性也不太一样哦。高兴认识你，对啊，但是其实你有时候成功的时候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吧？比如说你公演跳完，嗯、然后看到大家蛮喜欢什么的，就是回馈，看到大家的 feedback， 其实还蛮开心的。你看，你看吃货小敏就讲一样的啊，很感人欸。什么？因为错过机会，所以才想看品涵什么发光。Oh, 对啊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自己没有，所以就想要对 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个际遇啊。真的，一位偶像生存，很多粉丝供养。突然眼力很差，没看到没？就算底子很好，有些人站上零号位就会发抖。真的。感觉就是、啊、很可怕哎、欸，但我也会发抖啊。可是你感觉不出来，我觉得你们都很厉害、欸，因为光是在什么，比如说多少人面前演讲，不觉得就很可怕吗？那、欸、你们居然可以在，可是你们可以在那么多人面前跳舞、欸，哎，很厉害、欸。你是感动到说不出话，还是在咬东西？嗯、来吞菜。但就是前几天吧，就在看。以前的跳舞的影片，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很不会跳舞、欸。嗯，那时候真的也是，就是肢体蛮有障碍的，其实。
这跟现在差很多。我就发现原来我以前也是一个不会跳舞的人，所以真的是练习而来的。欸，就以前还是研究生的时候，那个跳舞的影片很像一开始的熊妹吗？嗯，但熊妹也进步超多，熊妹也进步很多。我上次超级惊艳的。嗯，很夸张。欸，以前遇到一位很偶像，因为练舞脚受伤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。以前当选手得名就被拉上台演讲，那时还是菜鸟，都不知道怎么说话。真的耶，其实大家都会有一样的。但是感觉就是梦想跟实际还是有差别吧。嗯，就是还是得给自己，我说不管任何各行各业啦，就是大家就是感觉要给自己一个期限，就要养得活自己啊。嗯，就是谢谢 LWJ 的我来签到。欸，大家都对你好评。欸，第一次现场看评，真的姐谢谢。就感觉还是要给期限，可能你是比较务实的人啊，因为有那种很 浪漫、啊，就是觉得要追求到自己的梦想。对对对，因为人只有活一次嘛。嗯，但是看你追求什么，但我觉得你这种务实的也没有错，就是感觉体验过了，那没有成功的话就走下一步。因为我不想靠别人。嗯，反正就是可以，就是怎么说，不想靠着别人生活嘛。嗯，不想靠家里的。嗯，那我现在蛮好，就是我现在自己独立。对对对，就是没有花到家里半毛钱，我觉得蛮好。说的很好啊，浪漫是有些高度的。嗯，没有感觉是，那可以有梦想，可是也不能不切实际吗？摩羯座，你很摩羯座。你说我的想法很摩羯。你很摩羯，因为像我就比较不是这样，我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。嗯嗯，所以才会导致三十岁很落魄。还好吧，没有到落魄。啊，有点落魄。谢谢吃货小敏的浪漫玫瑰。但你看，这就是想法不同。你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这些，说哦，你以后要怎样怎样怎样。嗯，没有错或对啊，因为你可能没有继续追求，哦，你错失一个成功的机会，也有可能，但是这都很难讲啦。欸，这个人讲很好，蓝熊说可以有理想，但不要理想化。嗯，欸，今天大家很多名言佳句都可以抄起来。落魄，但是心里很踏实啊，且。刚刚有人说三十岁吗？没有啊，他说三十岁不代表他现在三十岁。对，我只是说一个，举一个大家比较能懂的那个年纪的。笑死！你要不要就承认？我不是，我还没三十啊，我真的还没三十啊。真的吗？我还没啊，你自己剪一下。嗯，还没。快了吧？我六月才生日。快了。乱讲。快三十而已。谢谢 Luz 的闪光星星。品涵现在上综艺节目还是会紧张吗？会啦，就是比较不是我喜欢的领域吧，就是讲话演戏这种，就我本身也比较没有兴趣嘛。嗯，但是可以试试看，可是试过之后还是觉得没有很喜欢。嗯嗯，就我还是喜欢舞台表演这种。不过你也尝试了，也不错。嗯，就是不会排斥到时候完全不要，但是就是试过了发现不是自己最喜欢的东西。嗯，我觉得很好，这时候就多尝试啊。谢谢乌云的掌声鼓励。综艺呢，感觉你也没有很爱不爱站在旁边让诗雅发言。嗯，你综艺我也不爱，就是没有本身没有喜欢在大家面前搞笑啊。你就是喜欢当偶像这件事。嗯，对吧？对，偶像很不错。嗯，也很适合你。嗯，唱跳，然后不一定要 MC。哎，你以后就办一个公演，就是不 MC， 不 MC， 一到二十四首，怎么样？要不要？嗯，
那中间喘息怎么办？唱慢歌啊。哦，或者是找陈思雅。哎，但这样就有 MC 嘞，怎么办？你要怎么解决这中间你要换衣或者是休息的时间？就是不要全部都是我跳啊，大家轮流啊。Oh, OK OK， 所以不是你个人的。嗯，那就一到二十四首哦，不 MC。平面杂志呢？可是平面杂志还行，拍照什么还行。可是台湾比较没有杂志这样子的环境。就是比起日本的话，哦，好像是哎，日本很多杂志模特什么，跟台湾比较没有这个，因为大家比较没有在买杂志，而且比较没有这个职业吗？因为没有人买啊，就是通常都是，啊，市场就没有需求，啊，通常都是艺人去拍杂志，嗯，就比较没有这个东西。现在也比较少出版社在做杂志了，嗯，把 MC 改成吃饭给大家看，好像还不错哎，欸。你说那一天的便当直接到带到前台吃，就说哎，欸，我这一手休息一下，然后开始吃，然后吃一吃再起来跳。市场不够大。对啊，就是杂志真的没人在看啊。漫画台湾算市场小吗？哎，欸，这跟我现在要做的工作内容还有关系，我可以顺便就调查一下。怎么说？就是我觉得。就是有日韩或是国外的东西可以看，就是大家为什么一定要看台湾的东西这样吗？哦，你是说就是我的疑问，就是海外的东西那么多选择，而且也就是达到一个蛮有质量的东西了，那为什么要看就是本地这样？可是我觉得这也不一定啦，这就是你喜欢的，刚好是，比如说那个人刚好吸引到你，或者是没有，这不分国籍，就是你懂我意思吗？嗯，因为音乐就是他做的好听，你就会看啊，他跳的可爱，而且他们不能飞去看 TWICE 啊，这很好理解吧？就是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没有啊，你现在出得去哦，可以啊，我们等下你出得去，停钱就可以。你现在出得去，不是只要申请那个，然后有出不去啊？检测不行吗？但是你不可能没有人那么有钱，然后每个礼拜飞去看 TWICE 吧？这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达到的。那当就是你们真的有那个地利之便啦，我自己觉得。可是怎么说，就是亲切感。对啊，你看他就说，你看美国职棒、日本职棒都远高于中华职棒，但是其实我们就不可能每天飞去看啊。我在电视上是可以看没错了，但是我还是想要到现场加油啊。然后你不会就是哦，至少去天母球场还可以看到我亲眼看到这个棒球参与的啦。感觉我们现在的情况比较像是，就是大家根本不了解是什么东西。你是说就是连进来都没有愿意，就是没有那个意愿吗？你是不是说圈外的人吗？嗯，就是可能看过日本偶像文化的那种。就会可能试试看，可是因为他们知道你们，但是说真的，就是台湾本身就没有什么偶像的文化啊，除非很久以前那种 SHE 这种，但它不是一直推陈出现，因为日本这个东西是真的有一代一代一代一直这样接下去的，但是台湾比较本身比较没有这个，就跟刚才杂志是一样意思啊，当你没有那么多需求的时候，就是变成比较听起来是比较小众啊。像可能室友姐姐那种一般的台湾的女生，就不会知道我们在干嘛这样。可是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发现哦，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，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市场。我不是在做这个东西吗？就变成说你会觉得说，哈，这个有人在上这个课哦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有，而且可能还有什么3000人愿意报名这个课程。那我想说，哈。可是我什么什么，但是你们也有点这样的状况哦，就是虽然可能没有到很多人知道，但是就是因为你要看日本，它1亿人口啊，它再怎么小众，就是还是有这个市场，太少了。对对对，所以你在1% 可能就没几个人这样子。没有，就是我想要的不只有这样吗？什么意思？那你想要什么？就是不想要只有现在这样子啊。但这个不是你能控制啊，你只能做好自己，然后看市场需求啊。就像是你把一本杂志做好了，
然后你做的很漂亮，但是没有人买就没有人买啊。但是有人买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你做的好的哪一册？你做了三年的杂志，总会有，也许有一个月就爆红啊，你就搭上了热潮，然后就爆红，这很难讲啊。其实台湾人很多，是真的太小。的确，的确。但台湾的人口，不是应该说就是得知之后，然后或又就是。广告就是这么一回事嘛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先知道这个团，知道之后，知道之后还要喜欢你们，那就是要很多一个很多 step， 这是感觉是要习惯的养成。你看这些粉丝都是可能某一个管道之下，那大多都是可能比较知道日本的 AKB， 然后知道你们，然后或者是你们上一些 YouTube 节目，这种都是算管道。但喜不喜欢得上你们，就是这又是一个坑啊。对啊，我其实觉得你们很不错，但是在这不好推，对啊，而且台湾都不好推吧，感觉不怎么，就是台湾的偶像吗，整个演艺圈都不好推啊。你觉得好推吗？其实现在很分散耶，就是可能地下乐团很不错。我看到他说什么 TP 就这样子，明明看的是石梯呀，台湾客人最期待你卖的是卤肉饭。哦，好像能够理解他的意思。对啊，可能就会有第一个印象，就是这个印象是好也是坏，就是感觉也是一种紧箍咒的感觉。对啊，但也蛮好的啦。形象在那边。你看他也是有从 YT 知道的啊。对，就是流行，比如说现在地下乐团不是很流行，不一定地下乐团，或者是什么茄子蛋啊这种音乐。还有综艺吧。综艺，但是说真的，综艺是不是都还是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那几位主持人，就是也比较没有那么新一代的感觉，我自己觉得啦。对，而且现在我觉得台湾真的流行看现场吗？除了乐团，因为你们现场很有魅力，但是。没有舞台的话，大家就看不到啊。就是没有那种音翻吗？对，也没有音乐节目，所以 YT 很重要。你看，YT 蛮好推荐，真的，我也觉得。机会太少。其实我觉得是整个大市场的那种感觉，不一定是谁。谁的问题或者是什么的，而且我觉得成员跟现有粉丝都还蛮努力，想要推广出去，公司也是。Skiya 卖卤肉饭也会想吃这个，也是蛮有道理的。刚才他跟金佑说的都蛮有道理的。现场表演真的很少。对，你看现在都没有音翻呢，就没有那种新的歌手然后上去，都只有那种宣传节目的。就其实我觉得偶像这个东西就是。舞台表演是非常吸引人，就是我觉得偶像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所以就是应该给大家看，就是有看到这个东西的那个媒介。可是现在目前就是台湾就是没有嘛，对吧？你没有参加过一次那种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个就是舞台那个叫什么 ？Asia Fest 什么的？什么超级现场还是什么什么节目的那种类似的都还不错啊，但是台湾就比较少。哦，木曜木曜认识所以你看 YT 真的是一个还蛮大的。我的 Long Life 又当机了，他又不给我滑了。滑什么？我没办法滑留言呢。捷运广告所以能翻拍现场一定要到，很多歌团体那种木曜认识的。木曜这么多哦，就觉得好像太没有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感觉，但是我们又一直有在做事，可是感觉还是那一圈的人在看到吗？这感觉好像就很可惜，没有再更推广出去。就是我们有在做些什么，但是外面的人没有看到我们在做的东西。真的耶。玩鱼认识，所以真的有，对，我觉得玩鱼就算一个比较算新的，就是不错，虽然它很久了，但是就是比较有怎么说，就是别人会看，就是
报道一些流行啊，或者是偶像之类的东西。嗯、还有那个之前有我爱偶像吗？嗯，这种都还不错啊、嗯，这种都蛮有搭到你们的那个。啊 ，IG 滑到 ，IG 居然真的有 IG 滑到，好、欸、像、哦、是出现在推荐那一种。好有趣哦。笑颜也蛮多，所以我也是蛮用心在用 IG 的照片，嗯、就是质量要好一点，我自己要求。他说木曜还有日本红白，昨天刚扫片扫片，哎、欸，我现在完全没办法滑那个留言，这边有宕机，我等下可能要用那边念榜。大家真的都努力，有啊，我知道大家很努力。大家也很常，之前有去参加那个音乐季赤身嘛，然后就看到粉丝在下面发那个 QR code 之类的嘛，或是就是跟旁边不知道我们的人介绍，就觉得哦蛮好的，大家看到大家有在帮忙推荐这样。看滴滴五二，看到小晴一云才知道有 TTP。哎、欸，所以你看，真的节、啊、目还是蛮有，嗯，蛮有效果的、欸。带朋友去看公演，真的推坑率效率很高。之前我也觉得，对，我之前嗡嗡好像有带朋友来公演，然后他朋友是完全不知道我们是干嘛的那种团体，然后就是他朋友就说：“哇塞，看完你们公演，就是也太就是 surprise 了吧，这样子就太震撼了吧，居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对对对对对，现场的那个氛围很好什么的。”但是一般路人就不会来看啊，对吧？嗯，没有啊，因为说真的，你们也没有开放给路人买啊。嗯，你不觉得入手条件很高吗？嗯，这是我个人的那个啦。确实，我个人就是因为你要想啊，我还要登入你的会员，嗯、然后我经过，我即便在华山路过，我想进去都好像也进不去嘛，因为票也卖完，或者是就是那个入手的条件过高，即便我被吸引住，嗯哦、沒你没有第二个。对啊。然后哦，然后我好不容易要买，觉得这个人很可爱，加入什么会员就感觉很繁复。我可能现代人六秒的这种吸引力是真的高，一下我就不想要做了，麻烦。对啊，路人不可能买到票，不可能啊，真的哎，本家也很难买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开场那种宣传的公演，我也觉得宣就是。那一场就是否大家发传单，然后比如说华山经过的人，哦，我们几月几号在这边会办一个公演，然后欢迎来看，然后就是否一般还不认识我们的人来看，嗯、就有点像公益的那种吗？可以一场啊，一场免费免，而且粉丝也可以看啊，嗯、粉丝也可以到，然后可以到，然后、普通不认识的人，对啊，你看我就说这個，而且这个以前。日本也有做过类似的企划、啊嗯、什么他们不是在路边发传单这种、嗯、本来就是这样啊，不然人家怎么知道你们是谁，你怎么卡住了你整个大卡、欸、欣赏、欸、有人说大安森林公园、欸、欣赏我美丽的光视照。那结果今天时间差不多，我差不多要来念排名了啦，今天聊了好多想法但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，就是一个现况吗？就跟他聊聊而已啊，没什么。对啊，你看初期发过传单呢、欸，好像很热血。其实我觉得蛮热血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也还算蛮初期吧。虽然说是已经到第四，哎、欸，第四三周年三年，但还算是就是对比本家来说算是很初期的状态。这完全可以做啊，而且很热血，真的。嗯、没有龙就不会在那边撸猫了。哎、欸，我要先来念个排名了，那我可以看一下你那个电脑吗？怎么按啊？谢谢玉安的爱的公式。粉丝团吗？形态是初期，但年龄不是。粉丝团吗？不是，那个贡献榜，暂时贡献榜，然后日榜，对。谢谢 LWJ 的闪光星星。好，这边。我看，好，我要来念排名了哟。第十在哪？这里。第十吃货小敏，谢谢命的爱的公式。第九阿华，这个。第八博成，谢谢。第七博云，
第六，钟莹。第四，第五了。第五，金耀。第四，羊圈里的鹿耶。第三，柯基宇。第二，志宏。第一，博威。博威难得第一名哎。张拔辣，张拔辣说什么？我的留言滑不上去，没看到。恭喜，博威、志宏、柯基宇可以指定啦。你看得到留言吗？你现在跳出去了。因为我留言没办法看到。要不要来用？你要不要来用？你看得到这边？不要算了，没关系，快结束。谢谢红包。为什么让他都会这样啊？就是宕机吗？下次跟遮一下，想去刷牙。下次跟姐姐反映一下。大家可以开始指定了哟，谢谢红包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开红包哎，有吧？爸爸始终 VIP 票，音乐不会想改，浪正常，就是我又发生了跟上次一样的事情，就是点不知道点到什么，然后他就一直转圈圈，没办法动，谢谢红包。谢谢柯基宇的浪漫玫瑰，但感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，那就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吧，尽力就好。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。嗯，是网络卡住吗？谢谢吃货小米的浪漫玫瑰。有时手机过热也会让触控失效，现在摸起来是还好的，现在摸起来是还好的。大家可以开始指定，我的菜还没吃完呢。大家可以指定，大家可以指定，或是今天没有指定的话也 OK。上礼拜一有直播吗？我上一次应该是下礼拜一有，我看一下。下礼拜一有，下礼拜一有直播。还记得我们，还记得我们的指定，指定就是每一次的榜前三名可以指定这样。用很怕的语气说：“给我跪下。”卡卡吗？好了吗？现在呢？刚刚是说指定给我跪下的，因为我的留言滑不上去。断断续续，那怎么办？这样有办法指定吗？是不是没办法？卡卡。好一点，保留礼拜五好啊，好了吗？还是就现在是卡的吗？给我跪下！我刚刚不知道谁指定的啊，
我留言滑不上去看不到，是不是网络不稳啊？我的网络也宕了。还是就留到下次好了，好像有点不稳，就留到下次吗？一点都不凶吗？博维，给我跪下！给我跪下！这样蛮凶的，后面那个蛮凶的吧？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给我跪下！博维，给我跪下！不凶吗？我觉得蛮凶的啊！谢谢子弟。还有谁吗？真的太可爱了！还有谁要指定？他跪了好多次，奶胸一个字跪。其他是志宏跟柯基宇是吗？有要指定吗？下播了，各位，我要去洗衣服了。好像稳定了，可以指定命令哈库的口气。算了，要洗的衣服吗？掉到裤子上了，您好，帮忙指定每个月定期什么升血吗？定期升血推销吗？我这个月的升血针是约会吗？约会女友约会感的那个生血针，欢迎大家预购哦，记得指定我哟。是学生服的照片，欢迎大家指定我。平安有拍学生证吗？好像有，有很粉红。谢谢指定。短发的第一次，指定了有显示，还有谁没指定吗？要下播了哟，麦麦。拜拜。拜拜啦。谢谢大家陪我直播。可以留下次吗？可以哦。还是你现在要指定也可以。现在也可以，还是现在想不到。柯基宇是吗？下次好的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我关不掉直播怎么办？它整个卡住，我没办法按。你看，嗯，我关不掉哎。那大家都还看得到你吗？对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看，我真的按不掉哎、欸欸！你还在哎、欸？对啊，你看我按不掉，我该怎么办？嗯，直接刷掉呢？可是它应该会有，就是我的时速会在吧？那大家先帮我记录我今天有播
帮我截图，我今天有播。如果他大家还可以，如果他我刷掉的话，他没有记录到的话，大家可以截图给我。笑死！对啊，不是它上面有写时间吗？写我播多久？没有，我们这边看不到哎、欸。真的？那但我等一下关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截图。手机版有，可能手机版有吧。那我现在截图是不是？你截一下啊。大家都也太听话了吧，还帮忙截。那你要可爱一点啊。你看它就是一个圈圈一直在跑，根本不可爱不起来。好，有直播党不怕。好，那我关掉了，拜拜。我直接刷掉 app 是不是？刷。